尊敬的居士林净宗学会的诸位领导，诸位讲师、助教、同学，诸位居士大德们，今天是培训班第六届的开学，我们很荣幸的能够参与这样的盛会，诚如总务刚才的报告，现在像这样的培训班虽然不算是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在整个世界上来说呢，确实是稀有的因缘，因为其他的国家地区还没有啊，我们有幸参与这个盛会。在这个地方学习的同学们，我们是以最短的时间提供诸位讲经的技巧啊，技术。果然认真学习，这不是一个难事情啊，真正难的是在自己的修养的心啊，也就是戒行要相应，表里一致，这是真正的功夫啊！所以到这个地方来，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大家一定先要知道我为什么到这边来。我来到这个地方呢，是干什么的？甚至于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这个世间大家都晓得，灾难重重啊！我们是来救，是来救世的，还是来应接的？也就是在大灾难上要受这个苦难的，你是属于哪一类，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啊，一念之间为众生、为正法久住，那你是救世来。如果有丝毫自私自利啊，个人的得失利害夹杂在其中呢，那你是受苦难来的。佛法不同于其他宗教，主要的就是讲自信啊，一般宗教都是把信神、信他摆在第一，佛法是把信自
站在第一。啊，第一个要信自己。啊，信自己信什么呢？信自己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皆当作佛。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有佛性，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这个我们要相信的。自性具足了无量的德能、能力，啊，真是事出世间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自性里头具足无量无边的相好。我们学佛要相信这个自性本具的啊，可是现在我们迷失了自性，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自性不能做主，烦恼习气当家，这样才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六道轮回。啊，在这个里头受苦受难，这叫冤枉啊！这个道理不但佛菩萨清楚明了，中国孔老夫子、古圣先贤也明了啊，不过讲的没有佛经讲的那么透彻明白啊。中国教同盟啊，教小朋友啊，《三字经》上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信就是自信呐，啊，这个善里面就包括佛经上所讲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才叫善呐，本善呐。啊，儒家也很感慨地说，性相近，习相远，本性都一样，都是佛性，可是习气使我们跟本性呢越来越远了，都是搞自私自利，我们得亏吃的这个地方。真正要发心学佛，发心学佛要发心学做佛。什么时候做佛呢？就在这一生当中就要做佛。能不能办得到？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又听佛在经上讲成佛要三大圣起劫，没错，佛没说错啊。但是《华严经》上善财童子，《法华经》上龙女一生成就，那也是真的。为什么有人要无量劫，有人一生就成就？都在乎你自己肯不肯干嘛。你自己要夹杂着名闻利养，夹杂着自私自利，啊，夹杂着利害得失，那就要无量劫，你才能成就。
如果你能把这些夹杂学得干干净净，你一生成就了。众生跟佛只在一念之间呐，啊，一念为众生，为正法久住，你这一念就成佛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为什么不肯牺牲自己？啊，那一点点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受用，啊，不能放下，不能牺牲，害自害他了，自己必定堕落。你要问为什么会堕落，而且肯定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会堕得这么重？因为你破坏佛教形象，你学佛学得不像，破坏佛教形象就是破活合僧。你们看戒律，破活合僧这个果报在阿鼻地狱，这是事实啊。人生在世很短暂啊，一定要觉悟啊。佛在经上无数次的在提醒我们，世间无常，过途为脆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不肯把虚妄放下？为什么要造作这些罪业？弘法难，护法更难。护法的功德在弘法之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护法的大德死了以后到佛国度，是佛的第一大弟子。弘法的法师往生是第二弟子，护法不容易啊！弘护虽然是一体啊，护法超过弘法。你们想想，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护法，我们这些弘法的人有什么用处？没有人在这里建道场，没有人发心在这里办培训班，我能教也没用，没有场所教，没有对象给我教啊。你才晓得这个建道场办培训班的功德有多大。他们是校长啊，他们是校董啊，我们是教员啊。教育的成功失败，责任是校长的事情，不是教员。但是真正护法都是佛菩萨再来，绝对不是凡夫，凡夫护不了正法。护法的是行家了，你不要以为他不懂，他什么都懂啊，三藏十二分教透彻了，他才来护法。不是透彻，
他决定没有办法护持佛法。啊，那个做校长的人，你说学校里头请的教员授的课，他哪样不懂啊？他要不懂，他就没办法安排课程；他要不懂，他就没有办法依照课程聘请老师。他们是行家了。诸位如果看看佛教的历史，你看看过去这些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不是弘法的，护法的，所以诸位同学，你们自己要发心，年轻的时候弘法，60岁之后呢护法，60岁之前弘法，60岁之后啊，从弘法的位置退下来护法。我今年75岁，26岁学佛，整整50年，在讲台上43年，没有休息过。我这个样子可以给你们做参考，一生不见道成。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60岁呀，应该退下来做护法了，我没有退，所以这2年遭受很大的障难。中国把我看作法轮功一样的来打击，这一棒呢把我打醒了。我非常感激中国政府，尤其感激中国统战部把我打醒了。我错了，我应该退作护法而没有退作，所以统战部这些人都是佛菩萨。我这才全部退出来了，所以从今之后，我跟诸位讲过很多次，我不再讲经，我也不教学了。所有一切过去我们做的族群的活动、宗教的活动，我一概都不参加了。我要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办我自己的事情。我照顾大家，我做护法工作，所以此地办了个培训班，我们在澳洲办了一个净宗学院，那个地方是长期培训的，此地是短期，净宗学院培训的是9年。我们的普通班是2年，正科班3年，研究班是4年，全部学程是9年。最近悟行法师拿到澳洲永久居留，我就把净宗学院的院长让给他，全面退出啊！现在院长是悟行，副院长是悟通和悟灵。往后我自己的工作，除了自己进修之外，我发了愿，把《华严经》讲圆满，《法华经》《楞严经》《净土五经一论》重新讲一遍，做成 VCD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这个时间我估计是6000个小时，5年完成。每一年我要完成1200个小时，所以我需要这个录像的设备。没有设备的地方我不能去，因为我去了没事情做。我每一年一定要抓紧工作300天，1天4个小时，所以一年呢是1200个小时，5年呢6000个小时，5年我就80岁了，希望这个工作在80岁完成。其他的呢没事了，万缘放下。过去还有一个妄想，想落叶归根，现在这一番打击我就晓得了，诸佛菩萨不容许我有这个妄想。哪个地方是我的根呢？净虚空变法界是我的根，我的根不是在一个地方，净虚空变法界。什么地方有缘，什么地方去。我们这次在澳洲地区相当不容易。尤其我在澳洲道场建立的是澳洲图文巴，那么很多人都晓得，图文巴是异族党的大本营。异族党是排外的。前几天他们传一份报纸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当地政府对于我们净宗学院非常赞赏，认为是图文巴的重点文化，是市政府副市长给记者的谈话。这个国家可以说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对我们都很照顾，我们非常感激。我告诉那边同学，一定要把正法在那边建立，不要给佛菩萨丢人，给全世界做一个模范道场，做一个真正的好样子。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怎么做好呢？一定要顾大体，齐心动念要为整个大体着想。整个大体是佛教吧，佛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佛教的形象，是佛教的代表，我们做得不好丢佛教的脸。人家不是骂我一个人，不是瞧不起整个佛教，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澳洲跟此地还有这个香港，我们通通都是学习无量寿经。大家现在通通都在听华严经，我们的这几个道场要密切的互助合作。那么香港政府最近我听到呢，他们对于拿中国护照申请在香港的这个往返，香港进出往返，如果拿到中国护照，在外国住1年以上就可以申请。
你非常方便，啊，我希望你们在此地拿到这个新加坡居留一年以上的，你们都可以拿这个签证，啊，有假期空档的时候到香港去讲经，啊，我们好好的利用这个地方，啊，那么香港签证拿的就拿这个澳洲的签证，啊，希望大家我们把讲经的这个面拓开，啊，马来西亚，啊，这个香港、澳洲巡回去学习去练讲，跟一切众生结法缘，庄严道场。啊，要把正法从我们自己本身形象非常重要啊！啊，建立好的形象啊，学佛决定要守法，要守规矩啊，《梵王经》上告诉我们。不做过贼，这一句话的意思决定不可以做伤害社会伤害众生的事情。第二个是不帮过主啊，纵然国家对我们怎样不好，我们都赞叹啊，所以中国统战就这样打我，我称他是菩萨，我深受利益啊，我觉悟了，我回头，我不再想回到中国去啊。今天人家澳洲政府对我这么好，我们的根应该扎在澳洲。这是对的，所以我的心比过去更安定，更坚定，一心一意，我自己做我的录像，协助大家建立正法道场，成就自己智慧的能力，为全世界众生做出贡献啊。那么今天开学，这是难得的一天，我从华严经上啊揭露了几句话贡献给诸位啊。华严是整个佛法的根本法门，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总纲领，实在它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的总纲，都不超过华严，所以华严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啊。这是我们特别是发心弘法护法之人啊，这点大德了必须要遵守。善财童子就是修学大乘的榜样，修学大乘的代表人，他的老师文殊师利菩萨啊，他在文殊菩萨座下的根本智啊，根本智得到之后，这出去参学，
参学是完成后得知。根本知是什么呢？般若经上常讲的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知。后得知呢，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如果没有根本知，没有资格参学，那你去参学，增长邪见，不是增长智慧，是增长邪见。所以根本智不能不重视。根本智是什么呢？跟诸位说，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在老师会下成就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讲的禅定三昧。禅定能生智慧。然后老师就教学生出去参学，这是无食三餐的。这一段话就是文殊菩萨教善财参学为他说的怎样去亲近善知识。善知识是老师你如何去亲近，你才能成就无量的智慧。文殊师利菩萨告善财童子也：“善男子，这个善字，诸位一定要记住，具足敬业三福，才叫善男子，少一条都不是善男子。”佛经里面有大乘经，有小乘经。小乘经里面要具足敬业三福，前面两条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典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一定是三条、十一句通通具足。这个我们要懂啊！善男子，我们有没有份呢？如果讲五乘佛法呢？这个人成天成，人天成的善男子是敬业三福头一条，这个事就做到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佛法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最低了。佛法是建立在人天善法的基础上，人天善法落实在十善业道，这十善业道经非常重要啊！十善还做不到，你在人天不是善人，不是善人，你来生到哪里去了？来生到三恶道啊！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我们虽然出家了，出家如果十善做不到，还是堕地狱。所以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学佛学道，连十善都做不到的话，都堕地狱。那么我们这一次也很难得，十善业道经呢，我们总算从头到尾把它讲过一遍，讲的也相当详细，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学佛从这里扎根，
啊，第二条呢，小乘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小乘善，第三条是大乘菩萨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这是菩萨了。华严是圆教，是大乘呢，善男子具足这十一条。啊，那代表的经典呢？这个净业三福，我告诉诸位，第一善代表的经典是《善业大经》，第二善代表的经典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三善代表的经典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大乘呐。如今发心求菩萨道啊，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道是路啊，十条路啊，我们叫十法界，这十条路你走哪一条？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芸芸众生走的是哪一条？走的是恶鬼地狱出生，他走三恶道。啊，这三条路的性质是什么呢？贪嗔痴，贪而无厌的恶鬼道啊。贪里面夹杂着嗔恨嫉妒，地狱道啊。是非不明啊，善恶不变啊，出生道啊。别人我们不要去管他啊。六祖能大师说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一切人事物他的过失我们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也不要说，也不要理会，保持自己的心地清净平等，啊，自在光明。在一切境界当中去练，练功夫。练什么呢？心地纯净纯善。在练这功夫啊。到纯净纯善呢，你就成佛了。我们走佛道啊，啊，菩萨是成佛之道啊。下面说，唯欲成就一切智智，啊，这两个智，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后的智，啊，你要成就啊这两种智慧，应当勤求真善知识，啊，什么叫真善知识？依教奉行的人，具足信解行证啊，对于如来大法能信能解能行能证，真善知识啊。啊，往后这五十三位啊，这五十三位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真善知识在哪里？就在我们面前。问题你认不认识？你会不会修？啊，你果然认识，果然会学。啊，古人讲的善学，人人都是善知识，事事都是善知识，你怎么会不成道呢？啊，你这一生当中肯定圆满成佛吗？不善学就错了啊！啊，人家小小的赞叹，哎呦，得意忘形。心动了。啊，
一点小小给你不如意的事情，我要气好多天都消不了。我肯定你是三途众生啊！为什么呢？贪嗔痴非常严重啊！真正有功夫的人，那个贪嗔痴一年比一年淡薄，我功夫有进步啊！我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贪嗔痴不比你们差吧，比你们还严重啊，功高我慢了，目中无人了。怎么修成的呢？这五十年当中天天读经，天天讲经，讲经劝人呢，一面劝人一面劝自己嘛。劝人人家得利益少啊，我得利益多啊。所以三天不听佛经啊，马上就退到三恶道啊，快得很呐！如何能保住自己在菩萨道上不退转？开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辛苦我自己的经验，20年。20年天天不间断的才保住不退菩提心，不退菩萨道。30年之后啊，这个进步就很快了。所以我跟诸位同修常常说，我不是上根立枝啊，我是中下根性的人啊。用30年的功夫啊，自己才觉得哎，一年跟一年不一样，一月跟一月不一样。你们听我讲华严，这华严最近讲的，你们听我讲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境界不相同啊，月月不相同。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也动不了我。他动不了我，我就动了他，动他。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嘛。我不被境界转，我就能转境界。这个最近我曾经到北京去一趟，在香港也遇到这些妖魔鬼怪，这妖魔鬼怪有附身呢来见我的，有真的有假的，真的那是六道里面的鬼神，假的是魔来作怪。我清楚啊，我明白啊，六道里面的天神还是凡夫啊，飞翔飞飞天飞飞想天也是凡夫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依旧是凡夫啊，没有出六道啊。要学佛，要成精，要皈依，要持戒，要好好的修行啊！你要不修行，你出不了六道。出不了六道，虽然你今天做大梵天王，做摩西首罗天王，死了以后还是要往下堕落。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世出世间最宝贵的是认真学佛，学做佛，学做菩萨，这是稀有难逢啊！你果然真做，这天龙鬼神都尊敬你。我最近所遇到的玉皇大帝来皈依啊，
能逃离天主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许多这个六道里头的神灵，我们在这个《华严经》上读到，啊，阿修罗王，啊，摩诃罗伽王，啊，鸠盘叉王。啊，都来皈依，是好事情。啊，还有魔王。啊，我们自己心正，行正，魔也尊敬你。啊，所以真善知识，我们的心正，一切都正，没有一样不正。心邪。遇到佛菩萨也行，啊，总在一念这个真诚呐。啊，底下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啊，你求真善知识，善男子求善知识，勿生疲懈，疲是厌倦，时间久了就厌倦了。懈怠了，那你就错了。我过去跟张家大师3年如一日，他老人家圆寂了，以后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我能有一点成就，不疲不倦的。啊，见善知识，勿生厌足。啊，就是不要有自满的心，学无止境啊。啊，不可以得少为足，得到一点就很了不起了，得意忘形了，错了。世间名闻利养要知足，那跟佛求道不能知足，啊，那你知足就坏了。啊，一定要得无上道啊！诸位要晓得，等觉菩萨还在勇猛精进，何况我们。与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不可以贪念，知道全是假的，全是空的。啊，你果然一切放下了，你的智慧就开了。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复杂，啊，一般人看复杂，我看呢很简单呐。啊，再困难的问题，再复杂的问题，到我这儿来，轻而易举就摆平了。啊，为什么他那么复杂呢？他妄想多，这就复杂了嘛。我这里为什么这么简单呢？没有妄想。啊，妄想不能解决妄想啊，越搞越麻烦了。啊，那个妄想杂乱呢，到没有妄想之内，一下就摆平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圆满智慧，那个作用就在此地。所以不可以厌足。于善知识，所有教诲当念随顺，不应违逆。这一句话是关键，我们亲近这个善师啊，一个好老师，对于老师教导的一定要依教奉行。最忌讳的阳奉阴违，
表面上好像很听话，好学生，啊，背地里的干的是跟老师教的完全相违背。老师没吃亏，自己吃了大亏了。啊，与老师的这个德行一丝毫损伤都没有，自己在造作业障啊，自己要受果报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如果我们对这个老师没有信心，我们可以不必亲近他。不必亲近他，应该怎样？敬而远之。这个敬，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的礼敬，这是平等。远是什么呢？不跟他学，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离他远远的，那你就把一那是一文结义，三世佛愿了。对他的善行赞叹，对他的不善行呢不赞叹，决定没有回报。他不善的地方不说，他善的地方赞叹，这是菩萨道嘛。供养呢平等的，对于善人恶人，佛跟魔，我们是平等供养，没有分别。这个注意是，魔有的时候他饿了没饭吃，你这样要不能说他是魔，饿死活该，这个不可以，还是要照顾他了。他没有衣服穿，受冻的时候，我们也得送点衣服给他，一定要照顾到他，这是慈悲也，平等的慈悲，清净的慈悲，但是不能过分。这个人我喜欢他，供养的时候太多过分了，他本来是个佛，这个佛啊。过分的供养，他起了贪心，他变成魔了。你看看，你把这尊佛让他变成魔，你的罪过就很重啊。所以，布施供养要有智慧呀。我们要成就众生，不能够害众生。不能够让他堕落。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要随顺善知识所有教诲。那你们这个我们培训班从上一届起就是老同学教新同学了，这老同学都是你们新同学的善知识他们把自己这个学习修行的经验供养你们，希望学习的同学呢要认真要信守奉行老同学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做新同学的榜样新同学眼目当中看老同学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真善知识，我们用这种眼光看他，他要像这个就是师资道合老师教导学生，学生资助老师用学生这种恭敬心看老师，老师如果做得不像的话呢，自己难为情的，不好意思学生对你这么恭敬你怎么可以随便教学相长道理就在此地。
下面这一句是于善知识，善巧方便呢，但因恭敬勿见过失。因为这个善知识啊，有在家有出家的。我们一般讲老同修啊，他所接触的面广，接触众生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有些地方有些众生根性呢，要用慈心去接受它。和言爱语，有一些众生要用威去接受它。这个呢，都叫做善巧方便。我们初学的人看到之后，但应恭敬，不要看过失，因为他有些那些过失是假的，不是真的，它是教学的手段。你看到好像是不如法，后来的结果非常好，是圆满的。五十三参里头有例子，甚热婆罗门愚痴，就贪嗔痴啊。甘露火王嗔恚，法梭密度女贪爱，这个都是佛教我们要禁止的。他用这个度众生，这个就是善知识的善巧方便。我们凡夫没有这个智慧，看不出来啊。如果我们能够记住慧能大师的教诲，那就很有受用。能大师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是真修道人，你见到世间人的过失，就是你自己的过失。为什么呢？你不善的心，与外头境界相应，境界都是不善的。你要用善心跟妖魔鬼怪接触，妖魔鬼怪都是佛，都是佛菩萨在实现。你们想想《金刚经》，大家念过，人入仙人遇到割力王割戒身体，割力是梵语，翻成中国这个意思，割力王就是暴逆的君王，我们中国称暴君。人入仙人的眼睛当中看他呢，是大菩萨。为什么呢？成就他忍辱波罗蜜。没有这种人，他自己怎么晓得忍辱功夫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一点都不讲理的。就来杀你，就来害你。这才晓得自己忍辱功夫到什么程度，感激他了，不一样啊！是真正修行人，无缘无故受别人的毁谤、侮辱、陷害，自己心平气和，或长感激，菩萨来成就我，我这个心呢，真的平了。真的一点一丝毫嗔恚心没有了，忍辱成就之后才有精进。你没有忍，换一句话说，你不可能有进步啊。这一进步呢，三昧你就得到了，般若智慧开了。
啊，六波罗蜜忍辱是个关口啊。你要晓得，前面布施、持戒是修福，啊，那个与了生死、出三界没有关系，啊，布施、持戒出不了三界的，啊，得的是福报啊，忍辱是功夫了。所以你后面的精进禅定般若都要靠忍辱，小不忍则乱大谋啊！那个大谋是什么？了生死出三界，你把这个大事毁掉了。所以这一条很重要，我们亲近善知识能不能得到真实利益，就在幕后这一句。这一句清凉大师注解里讲得好，我也揭露在后面了。清凉大师曰：善知识是实有过，尚妄非取法。这清凉大师特别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开示，善知识他真的有过失，我们也要把他的过失忘掉，不要放在心上，听他的话，他那个话说得不错啊，他法是正法了，这就是所谓亲出于难而胜于难，学生超过老师，为什么？老师能说他没做到，学生听了之后能做到就超过老师，何必把老师的过失放在心上，要把老师的优点常常放在心上，学他的好处，把他不好的地方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对老师感恩的心永远不衰呀。对于一切人都要用这个态度，我们只记别人的善处，绝不记别人的过失。新加坡的许哲居士是我们一个好榜样啊！你看我们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说他一生记别人的好处，不记别人的不善处，这一点他做到了，所以人家健康长寿啊，心地纯善啊，不夹杂丝毫不善，最近人家做给我们看了，不是做不到的，做得到啊，他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一定要养成自己的心纯净纯善。下面说至圣尧舜，其有并著。这是清凉大师举中国古圣先贤，尧舜是圣人啊。圣人要想自己一生当中言行没有过失，都很难办得到。所以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后面说了，自处如来呀，孰能无过？真正没有过失，只有如来。等觉菩萨还有过失，为什么呢？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为断。只有到如来果位呀，才真正没有过失了。一人非道，凡事自弃呀！你要看到别人有过失，不肯跟他学了，你是自弃，自己弃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你自弃？你自己也有过失嘛！真正自己没有过失，那你就成如来了，你就成佛了。
成了佛，佛大慈大悲，见一切众生过失，佛也没有把你的过失啊记下来，没有啊。啊，谁记你的过失呢？妖魔鬼怪记你过失，佛菩萨不会。佛菩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只有妖魔鬼怪才记别人过失。啊，所以你要记别人过失呢，你记住，你肯定是妖魔鬼怪。啊，后头这句话说得好啊，宽确实多端呢，生疏难测啊。啊，有些装到这个过失的，是诸佛如来他来应化的。啊，他用这些手段来接引众生。来成就众生，你不知道啊，你以为他真的是这是为非作歹，他是用那个来度化众生的。那么在中国，这是一般人都晓得济公活佛，他就是用这些方法，不知道度了多少人。民国初年，金山寺的，这是镇江，啊，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人家称他做金山活佛。他那个行持啊，跟济公长老差不多，也度了许许多多众生啊，确实多端，深疏难测。这是大圣的佛菩萨再来的，你要轻慢他，瞧不起他，你就在干一些谤佛谤法谤僧的罪业。清凉特别把幕后这一句提出来，教诲我们怎样亲近善知识，你才真正能得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希望诸位同学好好的在这里学习努力完成学业，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德行这个学习讲演的技术，这个事情不难德行难在此地不但要学讲经这些方法技巧，更重要的陶冶德行，在这个地方奠定基础希望大家多有成就这样我们才能报佛恩报施主之恩报护法之恩报一切众生。好，我的话就讲到此地。好，谢谢大家。